姐妹们，大家有没有喜欢香水的？咱们这款香水呢啊，高跟鞋香水，外观特别好看，非常高大上。来，里边有香水30毫升，然后它的味道呢是这种花香味的，花香味的啊，大家就出门前呢啊，可以喷那么一下，然后这样都可以啊，味道非常好闻，它是那种清香味儿。不是那种特别浓的啊，闻了之后，大家90%以上的姐妹们绝对都会喜欢上这个味道。夏天了，大家如果有想做这个有品味的女人呀、一定要给自己备一款香水，而且这款香水呢，价格比较便宜，18.8块一支，里边香水30毫升。用完香水之后呢，你的这个。它的这个瓶子，高跟鞋的这个瓶子，你可以放到梳妆台上边，然后就可以直接那个当装饰品就可以了。看它的外观非常好看，里边的香水味道也很好闻，既实用，外观又高大上。大家有喜欢这款香水的，小黄车去拍吧。